来，给妈妈看，来，再来一次，宝宝。来，宝宝，那你会不会用手啊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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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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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用手打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连这个。宝贝，刚哄着他睡着，我一离开他就醒了。我马在马在，宝贝。哎呦，既然我是干多点活，让他睡晚了，竟然没睡好。宝贝，明天上午9点要睡觉的啊。吃肉肉了好不好？爸爸在厨房给他准备午餐。爸爸，醒的。半小时不到。你怎么醒了呢？嗯。嗯，怎么醒了？醒的。嗯。哎呦，爸爸抱，你有你。爸爸给你做菜饭吃。爸爸在给你做肉肉吃，宝宝。哎呀，要抱，哎呀，不行，要抱。哈抱着，抱着，抱着。哎呀妈呀！一定要抱抱抱是吧？爸爸要做肉肉给你吃了。做肉肉给你吃了。做肉肉给你吃。我亲一下爸爸。亲一下吧，亲一下他会做好吃点哦。大了反而害羞了。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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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看到这个了。嗯，没有一个第十个的。这是我们从柳州买来的，因为这一张是牛柳了吧？哦，对，还挺好的。顺道买的。对。他爸爸很喜欢给他做吃的，而且做的很好吃。这个来的啊。妈妈抱好不好？妈妈抱好不好？宝贝。妈妈抱。妈抱着啊。你安了。安了。哦，你给爸爸。要喝点水，妈给你拿水来啊。看爸爸在做，这吧，看个爸，看爸在做。牛回家，牛牛吧。他很喜欢吃这种嫩嫩的牛肉，弄完之后放个鸡蛋蒸个5分钟嘛，还能吃小半碗饭。爸爸做肉肉，妈妈带你去看姐姐好不好？刚他睡觉了，姐姐们跟小伙伴就不玩了，让他安静的睡。感觉我亲我儿子一天到晚我亲不够，有人说让不要去亲啊，我心想不亲啊，那怎么行的？不用，哎呀，去看，我们去敲姐姐的门好不好？你去敲姐姐的门啊，砰砰砰砰砰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抓住了！我想把爷爷给我吹臭臭汗再快。等下吃饭了啊！让他洗个澡。在做牛肉，可好吃了。他当时分钟，你今天分量多了一倍，原来很多了，又在那里搞得你来啊，哇，瞬间年轻，还有后面上马，哎呀妈呀，不用剪头发了，特别像那个18岁的傻大妞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像，要不然热的要死哦。可以，你能坚持就好，凉快就行啊。那明天就不用去剪了，没人看到，没人看着40年多人、哦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绿豆浆。哇！啊！吃的可好了，现在。妈妈给，妈妈给。你看一个，你看，阿姆一口可能吃了，吃口饭，宝贝，吃口饭。现在不给他吃那么稀了。对。
来了来了，宝贝来了，啊，一口，啊。嗯，给你，嗯，嗯，大口，慢口，啊，小口的，嗯，小口点，他自己会有分寸的。妈妈，嗯，吃肉肉，那妈妈喂饭饭啊，来，嗯。吃完了吗？你还没吃完呢。不可以，宝宝。